历时十天的2019阿根廷探戈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开始。来自包括东道主阿根廷、俄罗斯、意大利、哥伦比亚、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500余队探戈舞选手参加了这一探戈世界最高水平的角逐。今天开始进行的是舞台组和沙龙组的初赛，在经过初赛复赛后，将选出各组的最后十队选手参加本月20、21日进行的总决赛，决出今年的探戈舞世界冠军。大家好，我是林文正，在外国出生的华人。今年呢，是我第7次主持探戈世界跳舞比赛。7年前呢，我还记得中国人比较少。现在呢，有中国北京的冠军，也有许多中国人来阿根廷学习跳探戈。后来他们喜欢了，就在这边参加比赛。可是程度，有点高，他们的标准都很高。Buenos Aires就是探戈城市，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华人呢，能尽量继续跳舞，能走到最后一关。我是主持人，我不跳舞，可是我希望介绍你们，在 Luna Park 就是我们阿根廷最有名的剧院。再见，新闻是这样说。Un tango una quebrada y ya venimos. Tango Buenos Aires, Festival Mundial. 女娃华裔选手 Melena 和她的搭档参加了今天的初赛，他们完美的舞姿，精彩演绎的探戈舞的无限激情。他们获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2019阿根廷探戈艺术节于本月8日全面开启，阿根廷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探戈舞爱好者又迎来了他们的节日。在一年一度的盛典中，让人们在舞蹈和音乐的伴奏下来体验和感受探戈舞的艺术魅力。2019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节有着很多闪光点，首先就是各式各样的与探戈艺术有关的活动，还有许多新老乐队来到我们的探戈节演奏，全部这些都会在城市多处文化中心以及我们所在的开幕式剧院里向公众展示，将会有国家级舞者以及音乐家出现在舞台上。与此同时，您还可以参与我们免费的舞蹈教程与专业老师交流的机会，这包括许多探戈方面的专业讲座，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届探戈节将会有许许多多新颖的内容奉献给大家。你好，对不起，我不会说很多中文，很高兴与你们交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联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为你们对不是探戈的热情感到自豪。我们希望这次活动是加强团结，是我们与各国友谊的桥梁。欢迎您来到布市，探戈的城市，这是一个独特而无与伦比的体验城市。谢谢。阿根廷华人网六军现场报道。